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残压表啊，这是一个残压表单表，表面上是玻璃的，很厚的一块玻璃啊，长的样子，你看到没有？上面很多裂痕，为什么？因为有学员呢，一个不小心，本来在我们组好装备的时候呢，应该要把装备平放在地上，但是他可能立起来了，结果不小心有人碰撞了，倒下去砸到单表，结果就长这样子。那这样的单表呢，其实是没有办法修复的，也没办法修理啊，也没办法保养，所以呢，我就把它给玻璃给它敲开，啊，敲开以后，再把它的边缘锯开，里面看到里面的结构，啊，里面的结构很简单，就长这个样子，从我们的这个高压管进来的压力呢，到这边高压的空气推动我们里面的小铜管，哎，带动这边的一个小齿轮，所以你看到没有，它会动。有一点点齿轮在这边压动，于是呢就会带动我们的残压表，高压到200，慢慢吸完到没有压力为止。而且里面的结构是相当简单的，只可惜说这个因为压力很大呢，所以它需要用机器呢去把外面的结构整个压合，所以坏掉的话呢也没机会修理了，里面长这样子。哦，这边我还有另外一个残压表，我们来看一下。你看这残压表里面脏兮巴拉的哦，都是结晶。看玻璃有碎吗？没有碎啊，也是很完整的，但是里面已经长这样子了，很可惜。为什么有这种状况呢？很简单啊，就是我们的海水呢，从我们的高压管顺着我们的高压管的空压力空气被压进我们的残压表里面呢，慢慢的啊，这些海水在里面作用以后就会产生一些结晶。结晶一点点呢，慢慢产生，慢慢开始，不是一忽然间就变这个样子，慢慢产生，就会开始阻挡到我们的这个残压表里面的刚刚的一些细微的铜管，然后开始你的表就开始变得不准了，或者卡针，然后最后结晶多了就变这个样子。那为什么 要怎么避免这种状况呢？哦，我们在潜完水的时候啊，要拆卸我们的调节器。我们调节器在拆下来的时候，大家都习惯一拆下来转开就吹一吹，对不对？这时候其实要比较小心一点，因为我们在潜水上来的时候呢，我们在一级头上面常常啊，在这个进气口的地方还残留一些海水。那么我们在拆下来之后要小心，先用拇指把我们的一级头的进气口呢先挡起来，然后再吹干周围的海水啊，不要说这个一拆下来就急忙的就开气瓶的啪。吹得很痛快啊，但是有部分海水可能就被吹进一级头里面，然后下一回你在开启一级头的时候，在开启气瓶的时候呢，这个高压一冲进去呢，就把我们一点点的海水呢就挤到高压管里面去了，然后慢慢的就会进到我们的残压表里面，残压表就坏了。哦，所以第一个我们在拆卸一级头的时候，在吹它的时候要小心。第二个我们在把调节器泡水的时候啊，调节器是要泡水的哦。那泡水的时候，这个不要泡过久啊，把清水泡一泡，泡个十分钟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在泡水的过程中，我们的二级头不要去按压，因为里面呢还有一些残存的空气，还有维持一定的压力，所以水没有那么容易进到我们的一级头里面去。但如果说你按压了二级头呢，水就被倒进去了。那倒进去以后，海水呢，或者是有盐分的水呢，就在我们的一级头里面。那么下一次开气瓶的一样啊，顺着高压管就被挤进来了。那万一哦，我忘了我泡水了，忘了关我们的这个防尘盖，或者是说我们不小心按压了二级头怎么办呢？啊，也不要太紧张啊，因为呢高压管里面都还有一些压力存在的啊。我们要做的方法啊，就先把用我们的这个扳手呢，把我们的高压管把它拆下来。拆下来之后是不是就剩下管子而已啊？管子这时候我们再把一级头装上气瓶。打开这个气瓶，那压力是很大，就吹，把我们的高压管里面残存的这些海水都把它吹掉。那吹掉，确定都干了以后呢，我们再把我们的残压表装上去，来减少我们高压管里面残存的海水被吹进我们残压表的可能啊，就比较不会造成这样的问题了。不然一颗表好贵哦，对不对？也是好几千块呢，实在是太可惜了啊。所以这个就是简单的日常，在我们在拆装气瓶、拆装调节器的时候呢，要有一点好的习惯。万一不小心进水了，也不要紧张啊，不是说它马上就会坏掉啊。我们就把我们的高这个残压表把它拆下来啊，把用我们的气瓶里面的气压，把我们的高压管里面吹干净。
啊，这样子就问题就比较小一点。当然啦，调节器里面当然是有过了海水，对不对？那在这个一级头里面呢，也是会慢慢因为海水所以氧化和腐蚀的，所以一段时间呢，签个两三百只或者一年两年，我们尽量就要送保养一次，那把我们的一级头里面清干净啊，来延长我们使用的寿命。好，就到这啦。